好像可以理解悲伤是啥子了。如果我也跟大家一样，晓得我是从哪来的，大概也就晓得又该往哪走了吧。我们跌落在这个世界的地方，我以为恐怕在阴暗的角落里活着了。沉溺在时间之海，告诉我都是谁？往复日出，宝儿姐，日落，我只是，我也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。未来，光年之外的星海，原来我也已经活不了了。哪一种存在？你已经正式被武当除名了。王世忠。人活的目的不一定是为了讨人喜欢，将黑夜撕开，直到黎明到来，日出。张楚岚没这个资格，就算拼了命，你也就只有这点精力。现在这个命啊，也天定了。未来，世界。这个世界好惨，这一路无数意义。太多时候，你我的模样都是别人决定的。己不由心，是乐其不由己。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可以是什么结果？泽儿啊，我现在真的是很难过，真的来，这就是现在的形象。接受，从今天起，无不要动摇心思。你想做什么事情，大胆去做。一直逃避入室，哪有资格谈出事？越大的力量背后，意味着越大的责任。找到可以回去的地方。